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 MISCO 葛仲珊今晚担任第13届 KKBOX 风云榜前夜季压轴嘉宾，下午先在30度高温下挥汗彩排，被媒体大赞妆赶好，他则一脸惊讶，我是素颜耶，为了演出还特地做美甲，选了他最爱的橘粉色，颇有女人味。不过他自曝被美甲吃亏，这颜色已经一年多没人选了，惹来全场笑翻。葛仲珊明晚也会在 KKBOX 风云榜表演，请到 Red Bull 台湾区冠军 DJ Offroad 为他把旧曲新编，也加入新歌和舞蹈。他笑扑进来苦练跳舞，到手臂腿部都很痛，有铁腿迹象，身上常贴着膏药，闻起来像老人。所幸今早起床已好转许多，盼能在前夜季和风云榜有完美表现。葛仲珊为晚上的表演彩排，KKBOX 提供葛仲珊开心和歌迷合照。KKBOX 提供。